怎么了？这是什么事？你怎么演到这样子的 ？Hell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谁是卧底，而且我们请了两位美食界的大咖 ，Alison 和 Zemei， 欢迎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 Alison， 然后我是台湾人，居住在新加坡，来这边大概十年了。然后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主要是做新加坡的美食。所以我是 Zemei， 我的 YouTube 频道比较做一些比较是大胃王跟那些素食挑战。既然我们请到两个美食界 YouTuber 来了，就知道我们今天呢的这个挑战呢一定是跟食物有关。然后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小贩中心，也是在 Kampong Admiralty 的小贩中心。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呢是和 City Energy 合作，他们从2008年开始呢就和新民日报一起联合举办 City Hawker Food Hunt。而且这一次的 Food Hunt 是他们继疫情之后的第一年来举办这个 Food Hunt， 然后分为三个类别。第一个呢就是要让他们去推选出新加坡人最受欢迎的国民美食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去找出一些正在消失的美食，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推广一些比较新的那些摊位。你们有没有认识什么是正在消失中的小贩美食？我还蛮喜欢那个普普马央的。哦、OK， 那个一丝一丝的那个，对，然后有沾那个红糖。哦，对，那个真的要消失了。我小时候看到，对啊，现在找不到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就会有机会吃到那些正在消失的美食。那么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游戏。四位玩家将分成三个平民和一个卧底。三位平民的盲箱里有同样的食物，卧底则有接近但不同的食物。可是卧底不知道自己是卧底。四位玩家将轮流摸盲箱里的食物，再用一两句形容。最后玩家们投票选出卧底。如果卧底被发现，平民就会获胜。你们会紧张吗？你们会怕摸到什么东西？还好，我还好。我男生，我觉得其实应该很怕。我觉得我怕，只要软软黏黏的，我就开始。人类可以先开始吧。我先开始。来了来了。啊！夹到手了。我摸不到东西。就是你了，就是你。可以可以，我大概知道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。我已经知道是什么。是什么？这东西是它有东西包着，然后吃起来挺胀。咬到手哦，咬到。对，吃起来会像讲的很饱很饱这样子。啊、okay 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能吃的会有一点难消化。哦、这个很胀是不是一样的？是另外一个。到我了。你讲一下什么颜色？哎、我看不到啊。没有，你就大概。okay、没有摸到东西是吗？OK， 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个应该是特别的日子才会吃。它有一点点软软这样子，就不会太硬。对，然后应该是青色的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它，因为它是最后一个，所以它可能结合我们前面讲的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又重复了。我觉得是 Alison， 我觉得是 Alison。为什么是 Alison？ 对，我觉得是 Alison。他形容的时候有点不是很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好像就把我讲的东西再讲一遍。你说什么？消不可以消化，跟消是一样的。你讲胀了吗？然后他就讲难消化。看我，对吗？对，是他吗？我觉得是他。好，三二一，好。对，所以你们三个选的 Alison。哎，是你可以介绍你的食物先。转过去。那谁是卧底呢？卧底可以，卧底赢了，卧底可以吃爆的。是我，应该是我，我的应该是饭团。这个巴掌呢，不是普通的巴掌，这是红豆沙跟陈皮的粽子。哦，对，陈皮跟红豆沙。哦，是比较甜的，甜甜的，没有肉的，没有肉的。不同籍贯会有不同的粽子。对，潮州的比较甜，然后变成的会比较咸。对，福建的可能我们就会加多一点黑酱油，然后它就会颜色不。所以这种是那个满满的都是那个豆沙，哎，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就把它切开来。哎，不错哎。还不错啊，它那个橙的味道好香哦。嗯，对，那个干皮是吧？那个干，对，我们今天会必须。这个要消失了。对，因为红豆橙皮比较少见。哦。一般的粽子就是里面放的都是那个扣肉，对，然后这个。它里面放，那这样子放，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。对对对，小孩子可以，对小孩子也可以接受。然后它就是类似比较像这个甜点这样。现在中间的开始，哎，正开始。咦？
有一点黏黏的，然后软软 QQ 的感觉。QQ 黏黏软软 QQ 到我了，应该就是我提了。有一点喂，有一点丝丝的东西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嗯，我咬着一下。哎，真的有点软软的，它的边边比较薄，然后中间比较厚。哦，来了，就是你了，姊妹。要看他演戏了，来了，来脸了。他摸到了筷子，他摸到筷子，然后完蛋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湿湿？哎，谁说湿湿？不是一丝一丝，有一点一丝一丝，然后触感就有点挺薄的。我现在怀疑他，哎，没有，他一丝一丝摸一丝一丝，我小孩长就没有吃不到一。一定是你，因为我摸出来的东西跟他们讲的一模一样。三二一，截肢，全部都截肢，你放弃？我放弃。嗯？哎？是吗？哪里有一丝一丝？啊棒啊棒！哦，是我摸错了，好像。小姐，你的跟我们的不一样，肯定一样哎，跟我的肯定不一样。哎，你才是呢，你才是。哎，你怎么就？你觉得自己不是吗？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不是，真的以为你们的什么？我不知道我是什么。这个是阿邦，其实嗯，里面是包什么东西？阿邦其实是一个传统的印度料理，对，在一个南印度和斯里兰卡比较常见，在新加坡比较少见。新加坡根本很难找，新加坡很难找。哦，我们试一下好了。我们的手法好正宗。苹果了，很正宗，很 local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现在的味道。打比较，它吃起来比 Prata 健康很多，它不会油。对，对对，没有油感觉。最后一道问题了。好。然后我们由节食先开始。这个不想开始。怎么样？他的演技有。等一下。软软的。完了。我爱，为什么？你是什么都说软软的？哎，我们不能说太具体。接回去，是不是软软的？我有点笑得很快，因为软软的。还被我猜到，这是我没有猜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可能不是撕，被撕成小小块，它可能就是小小块。是不是很难以形容？你看，还是他的跟我们不一样。你听这声音，你听下声音。你那是筷子啦，你那是筷子。可以发出声音。我觉得是海鲜的意思。海鲜，可以发出这种声音的海鲜。你想一想。你敲敲看有没有声音。你的能够发出刚才那种声音，不行，而且还要自爆哎，口供不行，口供不行，口供不行，发出声音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知道了。OK， 我们三二一，热梅，要放弃了，必须乱动。这个是喇喇，喇喇，对，我们就是软软。你们的是什么？能拿出来吧？我不懂什么，太恶心。是吗？啊，里面有水水，汤吧，里面有水的，有水的。吃不一吃，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游戏 ，Let's go！ 四位玩家将分成两人一组，两位组员会吃相同的食物，但其中一碟加了神秘调味料，他们得掩盖谁吃了加料的食物。另一组如果成功猜出，就会获胜。那食物呢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。那听说呢，我们等一下要吃的食物呢，是有些呢是从 City Hall 跟富汉里面可以让我们投选的八组美食当中挑选出来的。那你们哪一组要先吃呢？我们已经饿了，我们先开始。哦，你饿了 ，OK OK， 你们先开始。所以你们今天吃的是炒粿条。OK， 我不会跟你们讲里面掺了什么东西，你们吃了你们才会知道，好吗？我们有 strategy 了吗？我们要演什么？我们的 strategy 就是我们要演什么？都演出来，都演出来，都演出来。OK OK， 那我就吃喽。很好吃耶！会不会太浮夸？没有，真的。它的味道就是这哪一摊的很有味道。这一摊是那个富士党那个发蛋啊，对，这摊我吃过5公斤哎，淡定的拿起来，大口吃，这个表情没事，这表情不对哦，等一下，我请眼前我的反应很迅速哎，我觉得那有一点偏甜，对，发蛋山的是有点偏甜，对偏甜的，有一种
甜酱的味道，它是蛮有那个网黑的感觉，我觉得是蛮香的。相信我，那个不要相信他，相信你，你讲的原因。我跟你讲，讲原因 OK 来讲，因为拔得很酸的，超国雕对吗？好专业，没有那种红红的东西了。他们炒起来就是酱汁的颜色。我吃过5公斤，你要相信我，那个一定是加我的东西。你解释一下，你解释一下，不是我炒的，不是我要解释一下，是那个灯光的问题。别再狡辩了。可以，你们两个可以选的吗？你们懂？对，我选那个。好了好了，听他的啦。来，3、2、1，选这个。那个。四位，你是卧底吗？我是卧底。很绝望的。还好相信耶，还好相信我。镜子这个耶，他怎么会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？他一眼就知道。我们是穿了长羊酱，我一看就知道是长羊酱。真的是美食搏击，对我们打败不了了。志伟，你要试试一下那个炒粿条吗？是正常的，正常。他们偏甜的，真的甜甜的，对，真的好吃一下。我喜欢这种比较带甜味的。对，炒粿条，我觉得这个炒粿条它的锅黑味道很足哎，就是 I think 要真的是那个锅那个锅要够热，然后才可以炒出这种锅气。我觉得对于炒粿来讲，那个锅黑是非常重要的，它的灵性跟大火在。炒粿条如果没有锅黑，没有那个锅气就不是炒粿条，就没有灵魂了。而且 City Energy 提供的是 pipe down gas， 所以他们对环境也比较好。那现在呢 ，Zebe 跟 Aiden 可以开始吃了。好，来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你们今天要吃的是米面线。米线。我要先嗅一下，嗅得出来。它的那个姜味很，我觉得我这盘没有吃。我觉得我这碗有吃。你讲。快点闻一下，你不要靠。我快点闻一下。哎，给我闻一下，顺便。哎，你们不能闻。快点看他的表情。对吗？然后这摊阿妈面线呢，他们是曾经赢过2018年的 City Hawker 富汉的。哦，哇，那个猪肝很大哎，很大片哦。哎，要装镇定哦，正常。我没有在装，真的是很 OK。我本身很喜欢那种姜味很重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它的那个姜味很足。OK， 你吃一下你。好。那我先停一下，不然我多两口就完了。对，我知道你快吃完。你的优势，看你会不会装。哎，看员工表情累耶，很辣吗？还吃？哦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为什么好吃？我觉得它的姜味可能没有你讲的这样子重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蛮平衡的，味道蛮平衡的，刚刚好这样。它是偏咸吗？还是说就是其实蛮清淡的、平衡的味道？很清淡，很清淡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它。对、yeah, ，我觉得是它的表情嘞。虽然它有那边多姜啊，吧，一定它是一个障眼法。对，我觉得它好像有盐拌类的。有拌类的。你们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。给来三二一 ，Alison。好，那 Alison 你是卧底吗？不是。那之前你要跟他还加了什么？加了很多醋是吗？对。哦，可是我吃很酸，可是我以为两盘都很酸。对，没有。我以为是。那你们现在可以试一下一个正常的，这边你是可以试一下一个正常的。我试一下正常的。我的很酸呢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事？你怎么演到这样子的？哇，是来吃醋面哎。怎样？哦，真的很酸嘞，真的，真的差很远。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香，没有，就在吃醋面酸的味道，醋鲜有醋味，拿走，厉害厉害。哎，所以这次谁要开始先呢？还是你们一起？我们又是我们来右手，我们都演很严重就好，演很严重，严重，吃到吃一次，吃到死。哎，这一轮你们吃的是鸡饭。这次的我没有爱，你最爱的东西，对，我一定可以演好。我有点嚼，对，他这口就对了，他这样子拿就对，要有点饭，有点。还要讲人家怎么拿？他的饭是蛮松软的，所以他不是很像那种黏黏的饭。但我感觉像警察在旁边，很可怕。好，到我了。你从中间拿，不要旁边啊，这样子。大口一点，要我饭，要我飯。你喜欢鸡饭吗？很精准的你们。等一下。就是他，蛮好吃的。你是流眼泪了吗？眼眶带泪，根本就是。是搞一个演技派，真的是泪眼汪汪。
你看，对对，差不多传说话可以演那个十秒落泪，对对对，十秒落泪，可以演一下，演一下你们在纠结。不用纠结，不用纠结。你们的演技太明显了，被鄙视。3、2、1，那接着你是卧底吗？是我。加了什么？我一拿起来，然后看到一撮绿色的，我就完蛋了。哇，好厉害！你们放很多哎、欸，超多的，我根本。谁放了这个？谢谢你帮我问，等一下回去还是现在找？回去打他一下。出来，好吃吗？是的，饭还不错哎，来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啊，这个好吃。嗯，好吃。这个辣椒好吃吗？辣椒香，好吃。OK， 到你们了，所以你们今天吃的是，哎，这个是牛仔的糯米，糯米，我们料看起来很多。他皱眉了，他皱眉了，他研究，好吃吗？这碗真的好像没有事，应该是你撞，而且还要讲出来而已，还在演，上次也是这样，好啊，蔡伦，对哦，哇，这样他心机很重，他心机很重，该我了。哎，好了，不要演了啦，不要演了。它蒜味很重，但是偏甜哎、欸，它的卤汁偏甜是不是你的？有就有掺到东西在偏甜。应该没有正常的吧？很多间卤面都是有稍微偏甜一点点。好，你们来猜来。哎，你们两个要猜吗？很蒜。要。你们要讨论一下吗？我们不用讨论。不用讨论。一致决定。一二三，哥妹。很明显，很明显，很明显。我没有这样子。拉起来下面红色的部分。你要被呛到。嗯，小口。但是像酸味很足，因为就很爆香的感觉。他们家的糯米真的偏甜哎。哎，真的有点甜哎，吃到后面我觉得有点甜。在这一碗糯米里面有虾，有这个是什么三层肉，然后我刚才吃了一块鱼。对对。我不知道我刚才吃到什么，我吃到鸡肉，我吃到五香，我吃到鱼。很热。对。挺多肉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要公布最终赢家。到底是谁？可以参谋一下。最终赢家是 Alison。为什么是啊？很开心耶！第一名的感想？感想啊，就是很开心今天吃到一些非常奇怪的食物。没有啦，有一些是好吃，但是有些加料那种 special version 的话。OK， 准备。那你呢？我觉得挺好玩的。知道那个最好吃的应该是那个粽子。我没有吃过这样子，对，我也是第一次好吃，超喜欢，因为炒粿条也不错啊，炒粿条也对，超很香。大家记得上 City Hall 哥的富憨网站，在这里投选你们最喜欢的小贩美食哦。对，然后呢，如果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投票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获得总值1188的这个奖品。是不是很吸引人？还不错。City Energy 呢？他们身为一个 Green Energy Solutions Company， 他们一直都在致力的推广我们的小贩文化，还有支持本地的小贩美食。对，我希望大家吃了这么多小贩美食之后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珍惜，然后更多去推广这个小贩的文化 ，support local， support local。OK， 今天很开心，请到两个美食界的大咖来跟我们一起对review这些小贩美食，希望你们今天玩得很开心，然后也要谢谢我们的 City Energy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拜拜。